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地下探险惊悚电影《魔窟》。电影的开始讲述了好些年前，在罗马尼亚几个探险家发现了一座古老的殿堂，当他们进入寻宝时，却掉入了一个地洞，随之发生的坍塌，这些人都没有幸免，都被淹没了。几十年后的现代考古博士在教堂遗址处发现了洞穴，由于能力有限，博士们请一个专业探险队前来帮忙。杰克队长与泰勒是一对喜爱探险刺激的专业洞窟探险家，他们征集世界上最顶尖的专家组成探险队，带着最先进的设备，有长时间的呼吸器。这个队伍的成员还包括黑人小哥和女孩查理和布查南等人，他们很快就开始了探险。进入洞穴之前，博士告诉大家要怀有敬畏心，之前的教堂是用来镇压洞穴的邪灵的，传说之前派去洞穴对付魔鬼的人都无一生还。经验丰富的探险队觉得这大概只是传说，并不放在心上。准备过后，他们一群人就开始进入了洞穴，想要发现更多的东西，存留时间更久，就要先找到水下陆地。布查南决定一个人去探险，他在水下发现了各种各样的动物遗体，还发现了一只大鼹鼠。正当他们视频时，布查南兴奋地在手里把玩着鼹鼠。正当大家询问他需要什么东西时，突然视频没有信号了。这时候大家有点担心布查南，准备派人前去援助。一番讨论后，大家全副武装潜入了地下河。在游途中，他们发现光纤是被什么东西咬断了。众人找到陆地后，找到了安然无恙的布查南。布查南发现这里并不是他们先到达了，还有其他人的装备。另一边，在水中修电线的泰勒和另外一个人遭遇了意外，另一个人被奇怪的生物快速地拖走了。水下推进器撞到了石头上，突然爆炸了，所有的石头开始坍塌，堵住了洞口。回到陆地的泰勒还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，他们还来不及悲伤，想要活出去就要另想办法。一边认为要在原地等着援助，队长则认为这里离地面太遥远，我们自身就是优秀的救援队。之后他们便开始寻找出口。队长拿着手电筒发现了一堆蝎子，正当用火烧的时候，突然出现一只大怪物咬伤了队长的后背。队员们开始采取紧急治疗，他们研究了队长砍下的怪物爪子，发现了这种爪子里面有一种寄生虫。洞穴里面好多这种生物都有这种寄生虫，大概是受到了寄生虫的感染，队长身体里发现了一些奇妙的变化，他的嗅觉和听觉变得异常灵敏。稍作休息后，一群人又开始寻找出口。突发状况，最后面的博士被怪物拖下水，吞没了他们身上看见的怪物，身上还有字母。几十年前的探险队身上也有这样的字母，这些怪物极有可能是变异了的探险家们。他们找到了一块石头上，准备休息一会儿再找对策。查理爬到峭壁上，看看有没有洞口。当他爬到顶上的时候，看见了那个露着牙齿、浑身黏糊糊的大怪物。这个大怪物想要攻击查理，受到惊吓的查理掉下了悬臂，好在保险绳吊住了他。下面的伙伴心惊胆战地看到这惊险的一幕。队长想要前去营救，身体却发生了奇妙的变化。查理机智地跳到半壁中可以落脚的地方，然而这时怪物也飞了下来，包围着查理，一点点地划破他的皮肤，最后伤至严重的查理去世了。队长的变异越发严重，他的眼球变成了小星星。布查南和生物学家觉得队长的决定不可信了，他们兵分两路，队长还有弟弟和黑哥一组，小哥和女主还有摄像师一队，他们各自寻找出口。队长等人攀岩到了古石殿堂，战士和怪物打斗的地方，或许潜过水就是出口了。泰勒让痛苦变异的哥哥和受伤的黑哥留下先行休息，自己前去寻找另一队。这边的情况并不好，布查南被怪物拖走了，钉在了溶洞上，摄影师也被怪物吞了。这时怪物开始全部出击，队长用火烧死了几只怪物后，并想变为怪物的队长选择了与大怪物同归于尽。看着牺牲的哥哥，泰勒内心无比悲伤。最后泰勒、女生物学家还有黑哥逃出了洞穴。电影的最后，泰勒在咖啡厅门口送走了黑哥，然后转身和女生物学家聊了没几句，生物学家亲吻了泰勒的脸颊就转身离去了。就在泰勒抬头看向女生物学家的时候，他发现了他眼中的小星星。他一抬头，女生物学家已经消失在人海中了。或许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在降临这个世界。电影惊险刺激让人难免没有情绪波动，人的生命是那般脆弱且珍贵，科学家们的探险精神实在令人敬佩。好了，今天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